白不拉筋儿，然后粉的噜噜，想减肥先锯腿。嘿，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。现场写歌，你是才子。嘿，嘿，你在哪里等我？嗯，这可是现写的了啊！你们一人写一句啊！我，来点都是原创艺人啊！那我问大老师，你认为中国前三的音乐鬼才都是谁？鬼才啊！